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我是实况主编。没错，我看到这个画面，知道我们回到刺客教条枭雄的世界啦。那这一次在枭雄世界中，我们要扮演雅各跟伊维姐弟两位新生的刺客，在伦敦设法重建我们的刺客兄弟会喽。其实如果常玩刺客教条，就会发现我们都一路，我们几乎要么就是重振兄弟会，要么就是维持兄弟会。我们很少是就是扮演兄弟会里面的人去做什么事的，都在重振。对，好。站着好。哦，帮派分子。哦，可以可以可以。好。哎，不是哎。因为我现在有点，我想换成那个。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对，我想换成伊维，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伊维的任务了。反正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用雅各，一天用伊维吧，分开来。哎，啊，我的任务在哪里？序列三。抓住顽童，刺杀镇殿骑士。同伴只有他哦，对。那先这个吧。主线我们就交给伊维去推喽。哎，我是抢车吗？好像是。英国是左驾对不对？所以我要靠左行驶。好，不习惯哦，因为台湾是右驾。台湾也是。台湾是右，台湾是靠右，不是，也不是说右驾，台湾是靠右行驶，所以对我也好不习惯。哦哦哦哦哦，卡到卡到，哎呦，他是做到 V 针哦，就是那个人行道跟那个马路卡到会有整个震动，这个好棒。很慢呢，超车喽！哦，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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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东西张贴，看一下，这是插画吧？我记得，白教堂区的插画。等一下哦，进去前，我们技能点一下，领导能力，不需要，伊维不需要这个啊。杀戮者，伊维其实需要点的是潜行。这个，其他钱先留着吧，我点数先留着。
Maybe someone will go down to find a loony bin. I will tell it to you now. Torn, you know it.把这附近的那个都解一解。 艾柏林是吧？哦，所以我们现在在同伴招募啦。哦，原来艾柏林也是同伴。Go go go go！我们招募同伴。 I don't see Mr. Abelai. Well, 这是在警察那一边的。 I may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that splendid fellow you're talking about. What's this? God's sake! Are you trying to blow the gaff? What? Doesn't have a line. At your service. I presume you're the Frightens Green mentioned. Yeah, nah. I was expecting you to be a policeman. I was expecting you to be discreet. Henry Green said that you could help us go unnoticed. This is how it will work. I will give you the names of criminal gang members. You will bring them back to me. Quietly. Oh, we'll be as quiet as an old lady. A very hairy, strange old lady that looks a lot like a policeman. <笑>你装老奶奶，你也刮个胡子吧，朋友。太明显了。 Now, whatever you do, try to remain within the bounds of the law. For my sake, I don't need any corpses at the station. 被旁边的刺客惊动了，刺客那个黑帮惊动了啦！嗨！Get off me! Piss off! 哪一台马车？随便。Get off me! Piss off! Oi! Get off me! Piss off! Oi! 这台有亮光的马车了，是嘞。
好好玩啊！你尝试认知，刚刚那个驾车技术应该就翻车了吧？玩起来其实好像都是同一个故事，就是姐弟两个人不会分开做各自的事，感觉好像是两个人在做同一件事，只是我选择用姐姐还是我选择用弟弟。We'll be glad to see him behind bars. Thank you. 艾伯里，同伴。啊，就这样子而已哦。哦，所以每一区的任务不同哎，啊，就这样子而已哎。那既然我们都选姐姐，那去刺杀森林骑士吧。反正姐姐就是主要以刺杀为主喽。You do not want to bother me today. Come here.叫你要跟着我呢，用炸弹炸死目标。哇塞，这任务也太难了吧，朋友。Excellent. Soon all of London's fighters will be armed to the teeth. No, Bobby's. 额外的金钱跟经验。Good. Distribute the dynamite then, and carefully. Very good, sir. We want this to come into the blighter's hands without harm. No mishaps.我看一下，就是有炸药是这些吧？那个算炸药吧？好、哦。How many crates do we have left to distribute? 这附近这么多人。Only about a dozen, sir. Excellent. Soon all of London's fighters will be armed to the teeth. No bobbies in sight. Good. Distribute the dynamite then, and carefully. Very good, sir. We want this to come into the blighter's hands without harm. No mishaps.想要让我犹豫一下，我要怎么算？这边会有人走进去，所以应该是可以用那边。然后因为我要引爆，所以我可能需要。用火枪。We want this to come into the blighter's hands without harm. No mishaps.站在哪个有利位置开枪啊？
哎。哎，那个是目标对吧？哦，我。哎呀，失败！对啊，我想要做引爆刺杀那种，我想一想啊。哎，真的是，这个叫越后面感觉越像，越像在玩战士教条。哎呦天哪！不行，我要想办法当个好刺客。七三怕二的家伙，滚！这个铁链，他没注意到。啊，发现我了吗？他们两个就这样互相阵亡了。想一下哦，怎么让哦？我得要想办法设计就对了。No bobbies in sight。哎，啊，他就卡在那里了呢，哈。哎，他卡住嘞！
这样就算过了，好吧？你们知道我要干嘛吗？我就把它夹晕，然后丢到炸弹，然后把炸弹引爆，就这样就过了，好吧？可惜，这个应该可以的，就是到这边啊，我应该可以想办法把它，啊，要开锁才能锁。这个有点出我的意料，我还以为就是跟大革命一样，开锁只是降低，就是开锁的难度。这动作变得不错，颜色绿色什么东西？用手啦，是奇怪、欸，那四哥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群人，喜欢用脚开锁。哎、欸，兄弟，你的身体跟广告牌不太合哦。这上面啊，走错了。这次我想要这样子，就是解决任务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开箱子，就不要特别去找箱子了。自杀圣殿，可惜没有用到炸弹。炸弹有额外的那个说。这样子吧，反正就是先把现在量子的任务都过一过喽。啊，竟然玩了两个一尾，那我们就雅各吧，去找顽童，说不定顽童就是当初骗我钱包那个家伙嘛，对不对？哎，跑走了。哎，这边有箱子，这边有箱子。技能数是分开的，对不对？对，所以这样我开锁都要靠衣服。杀戮者，新的等级，哎，这样等级二、哦，他怎么判断的？点够多吗？哦，用掉多少个？哦，真的是点够多哎。反击强化，第一下，哦，第一下不会被好，潜行，这个衣服比较重要。降低防御。哦，是受到伤害降低这样，哎、欸，还不错哎、欸，就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一致妙、啊，哎、欸，你之后再来看，走吧。有，这样这边有东西，有壁画，插图。有没有人的马车停在路上可以借我的啊？结实驾驶，不要。找不到空马车呢？哎、啊，怎么一直找到宝箱？找不到空马车，然后一直找到宝箱。哎，可以这样子哦。哎。
好奇怪，算了，你还是站着走呗。哎，这边有酒瓶呢，在哪里？啊，这里。酒瓶，这是收集物。这次的收集物是酒瓶跟插画。搭个便车。哎，等下，前面有马车，借一下这个马车吧。没人的嘛哈。谢谢喽。哎，附近有宝箱，算了。哦呦呦呦呦，行人行人行人。That's the way。之后来再拿吧。好不容易找到马车了，他等的马车不见。真正的马车跟道路总不能这样玩啊！边界了。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进入是要不稳定区。不是哦。对啊，他就叫我走这边哦。怪我咯。我被骗了呢。我觉得我被骗了呢。那个导航比 Google 还烂哦。哎呦呦呦呦呦！我刚掉，我刚撞到什么？那导航比 Google 还烂呢，骗我去外面绕了一圈的感觉。警钟？不是，为什么要警钟？工厂吗？对，这是工厂。可是没有敌人啊，那为什么有警钟？还是这个动作啊，在上面。在哪里？这附近的箱子在哪里？一直有听到箱子的声音。在上面吗？喂，在上面。啊，是这里。嘿，错误区，收集点数，收集好能干嘛？我不知道，这里怎么有警钟啊？哇，这么高，我以为我会跳到对面这一栋，就这么远哦。去找顽童。抓住顽童，建议等级二。
is this place? It's nice to meet you both at last. This is Babylon Alley. Here we make it our business to know the streets and provide children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control their own destinies. Clara, Mr. Green said we might be able to help one another. In exchange for our services, we ask for small favor. Well, why not? You seem to have taken most of my money. Why not take a small favor too?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ies about the city that are powered almost entirely by child labor. Those children work long hours with little pay, and most are not permitted even to leave the factory grounds. They suffer terribly. I need you to save them. A small favor. In return, we offer you intelligence. Something you clearly need. No, hold on a minute. I'm late for an appointment. What are these terms? We accept. Pleasure doing business with you. This is some 习惯，我不懂。哇，这个小男童，顽童的首领竟然是个小女孩呢？因为讲顽童，我以为是男的嘞，习惯性的。所以，顽童热问是解放童工就对了。解放所有孩子，然后不可以触发警报，杀死领班。不触发警报有点难呢。不过把警钟破坏是真的。哎，等一下。哎，等我一下啊、哦，我换个人。不是这，随时随地的切换太方便了吧？领班，这个切换我觉得太方便了，而且他并没有达到那种真正就是两个主角的 feel， 你知道吗？他只是哦换个人就这样子而已。啊，这不就是我刚刚那间？原来任务是这里哦。那我刚才先进来搜刮一番呢。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进去的点呢，不要从大门。嗨，其实由上而下会是比较好的方法。下面的人其实看不到上面，可是我上面还有入侵的方法吗？看一下，更上层有没有入侵的方案？有，这里。
这个作弊开超大哎、欸，就是我可以看到那个这样作弊其实开超大的。一个人就这样停在二楼吗？哎、欸，真的，他就在那里来回了，他没有离开的意思呢。过来就得死，好不好 ？Hello， 外侧才有，入口在另外一侧。哇，他这样子每一侧入口都是刚好相反方向。没关系，快结束了，这还好，不到难。真心不觉得他真的有多难。就是多费点神而已。哎，我这都不会跳。放人哦，哎、欸，好，从最上面开始放。这个吧，这个好像是最上面的。孩子回家喽。We won't be doing this much longer. Thank you, Miss. Look sharp. I will be back. Thank you. 少放一个，哈哈，第二层的没有放到。所以这几个人来招募队友的吗？小偷腰带。这个就真的要交给雅哥来处理了。
正面开战的事情哦，我们一人丢给两个人去做。160-150公尺。Everything you need to survive.这样的花台啊，棒哦！其实我是很喜欢，就是《刺客教条》系列把场景做的这么贴近那个时代，你知道吗？那感觉很棒。就算有些当然不是真的啦，但是你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时代的建筑是长这样的，你就觉得哦，很有体验的 feel。真的正面对打喽，暴徒们！Ah, there you are. All that stands between you and Whitechapel is the villain controlling the borough. Kaelok has demanded you settle the claim for territory in a gang fight. His loss? Yeah. I'm sure he can put this to better use than I can. Oh, what's this, Greeny? Assassin Christmas.Gather your allies. 是要正面对打的意思吗？对啊，他帮麦当当到底是正面还是一样？我们就是前行，装备升级啊，升到更高的等级才能装更好的装备，不是拿到就能装哎、欸，哎呦。现在是这个，天啊！Mr. Rexford Kaelok has agreed to your terms and waits for you at the Whitechapel train station. He's bet his train on the fight. 啊，用火车当赌注。就是正面单挑一对一吗？就所谓帮派斗争到底是什么？好奇那个时代所谓的帮派斗争。No Kaelok. No matter. Oh.家伙给我拿枪的，拿个垃圾。
就是在火车上打吗？没有问题。嗨。为什么是以火车做主柱啊？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有没有人了解的？Kaylock is dead. Whitechapel is no longer in the hands of the Blighters.You now have the chance to join our ranks. We welcome all who would stand up to Steric and his cutthroats. Change the clothes, change the color.双主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分的那么干净。I'd rather throw myself to the tracks and run Bertha another mile for that dirty ball bag. Kaylock? He's left the station. Mel, hello, fancy pants. And who might you be? I'm Evie Fry, and this is my brother, Jacob Fry. Pleased to meet you. I'm Agnes McBean. A delight. I thought I was getting a promotion. I suppose I'm out of work now. Come work for us instead.I won't bile your heat. You pay better than scraps? Oh, I'm sure we can at least match that. Then may I present to you Agnes and Bertha, lady and locomotive, at your service. I'll be in the next car. A hideout on the rails? What an excellent idea. Yes, it all worked out rather well. Now, I would like to follow up a lead on... Jacob?Is this serious? I'm not doing anything until this gets fixed. I believe I know someone who can help with that. I knew you would, Greenie. Then, so, this day, our Changshen base is this train. The old sword.You know, a mite of money goes a mickle bit in this city. Think of the power of good you can do with the purse you bring. Oh, so my income is all in here. You've been in London. Well, now's your chance. That there map shows who to speak to. Old friends, if you will. Give me a whiff of that sterling, and maybe you can save us all from having to leave. Aha! 好棒啊啊！
药品市场战斗中来恢复啊，可以可以可以。哦，他的升级费用要支援呢，那不是花钱就好呢？好酷哦，我喜欢这一代这个设定，因为其实我之前玩的，不管是黑旗还是大革命，甚至是第三代，它的系统升级这个东西其实都没有做到说我需要什么资源，所以你拿到的资源基本上就只是拿来买赚钱，那其实有时候就很没有用。哦，这个还不错。增加低吼车的不限性，更在车上可以看到更多这种车。小黑，哦，小黑鸭帮，小偷啊！哎，这个好像不错啊，减少被盯上的机会，这个还好。增加更多人，现在是武器，我需要我帮派下面的人更会打一点，这个还好。他们不要这样子嘛，对不对？闭上眼睛，没事的。药剂，全程动乱，这个不知道能干嘛哎。啊，等，这个目的，这个东西的目的只是让剧情主线可以推进。啊，好，黑市联合不行。没钱了，好吧。对，所以我要去见伙伴喽。好酷哦！我一直以为我们当初最开始打的那个据点，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游戏的据点，就这样不是哎、欸。哇，哇！啥？那这是什么？卢格的宝库收藏品，这个吧。硬币护手。哎，在那台车上，我的车。要求啊！我现在人在哪里？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太等下太远了吧？同伴，行政区泰晤士，好大、哦！等一下，哦，书房啊，我人在哪？我人怎么在这里？是啊，我的火车你怎么弃我而去啊？追火车咯！等一下啦，我又不会用啊，等一下啦。装饰，对，这也是纪念品。Glad that day is done。
帮派升级。我想买这个，增加钱钱的数量。Dressing down。所以我这台车会不断在整个伦敦巡回的意思吗？那好，欸，可是这样好麻烦哦，就是我要找车，我要回车，我要怎么找啊？这两个已经处理掉了，哦，这么多，好，Good day to you, Jacob. 是啊，我现在掉了干嘛？他车子一直开，一直开。哦，在这里可以升级，我不一定要回到车上。哦，好好好，这样就好多。车上只是等于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啦，那好多了。可这样我怎么，我不能快速前往吗？要用俯瞰点是吧？这哪一个比较快啊，各位？我想再解一个任务，可是我一个小时，对不对？好了。反正车大概就这样，了解一下就好了。那时间差不多了，快一个小时了。哎呦，15分，对吧？好了，不然我们今天就先开到这里啦。哦，雾多伦敦真的不是盖的，其实有另外一种美啦，当然那个对身体真的很不好，但是有另外一种美。好，那就先这样子啦，感谢各位的收看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不妨到 Twitch、YouTube、FB， 在这些地方帮我搜寻游戏实况机，然后按赞、订阅、分享以及追随。那在这些地方都有更多影片的资讯，那就欢迎大家去看咯。再次感谢各位，游戏时光机，我们下回再见，拜拜。